必须得打破今天大家对婚姻的恐惧，因为我现在交往九年，还在热恋期吗？还在热恋。哇！他前几天就只是看到我在那边拆包裹，然后我就买一些小东西，他就很开心，他就看着我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我好希望你永远像这样，像个小女孩。”真的要吐了，我真的。很可爱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不要再讲，人家 B 都已经吐一桌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